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绝卷老师。今天的话又到了我们玩的美少女话题的时间了。说实在的，我已经太久没登录了，久到什么程度呢？久到他们连回锅礼物都给我送了。奇菜啊，他们非常希望我回来，还一讲完了吗 ？OK， 很好。对，就是因为太久没登录了，久到就是连七菜都给我送那个回归的礼物了。说实在的，这真的是最近都在做其他的事情，所以就没有什么时间玩。哦，刚才那位是芍药哦，那我是觉得，好，我知道你很高兴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，就是说实在的，也 5.5 周年了。我一直以来就是为了等这一刻，就是像这个保底啊，这个保底就是110连抽，你只要110连抽的话，就会中这个六星的保底，哼。那想必各位知道啊，不。应该说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就是这个110连抽保底是最近才有的，大概就是半年前吧，半年前才出现有这种保底的动作，所以我从半年前就一直集华灵石，就是这一颗石头，我已经集到500多颗了，这样子就可以抽到110抽，但是，但是说实在的他们就是只要任命一个话，其实是成为副团长，只要不小心点到他，他就会说一长串的话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现在重新来讲。我本来想说存到保底，然后再开始直播抽给你们看，但是不对，不是直播，是做影片了。但是这个不是我的菜啊，这个六星真的不是我的菜，我抽的话我良心会不安的。我不太喜欢这一只，所以我就不抽了，我就先不抽这一种保底了。那我看一下，这个是，好啦，我本来开这个就是想要抽卡片，但既然不能抽的话，要不然我就抽个一两抽，我就抽个这个好了。我抽个那个啊，下面先抽一次，然后上面再抽一次好了。我现在有186枚的转蛋券，那我先来十连抽一下。这个就是三星转蛋吼，以上是它的几率。好，给你们三秒钟，1、2、3，好，看完了。那么多张哦，那我抽个30连好了，刻个30单，看看会不会有岩窟王出来。好，四星。OK， 飞气很重，飞气很重，再来，再抽一次。可以，好，这一次有五星。哦，新角色。今回は温室ジュームちゃんとお菓子作りに挑戦です。哦，这位是那个大花蕙兰吗？还想起来。はじめまして団長様、バルファンロッテの新人ディーラー、アステリカリスです。ゲームだけじゃなく、フラワーナイトとして。这位我就不知道了。OK， 好，那么再来第30连抽。不好意思，刚才。OK， 这个是特点，抽到了30连抽的苹果。好，那么紧接着是，再来是第二位，
再抽，我们再抽一个。这一次影片就以抽卡为主好了，我就把五星以上确定全部抽完。那你看哦，以上是这个保底的几率哈，保底的几率是6星 7.5%， 5星 92.5%， 所以就是你不管怎么抽，一定会抽到那个五星以上，还会得到这个六星的转蛋石30个，每一抽都会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就来抽看看。哇，真的希望能出六星，我真的好久没有抽到六星了。啊，可惜，没有抽到六星，不过算了，没关系。让我角色也够多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団長ナナです。挨拶代わりにハグするです。一回ハグしたら、カルミアたちはもう仲良し。これからは団長って呼ぶです。好，没有中六星，好可惜。虽然好可惜，但也只能先这样了。好，以上的话就是我的抽卡。以上的话就是我的抽卡结果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各位。那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再把这500颗花灵石抽掉，抽保底，抽那个六星保底哦。前提是那个，前提是角色要是我的菜，像这个不是我的菜，我就先不抽。我们等下一个活动。哎呀，真超可爱！好，谢谢各位，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再见。